其實呢五間體驗店咧，係嚟自於我哋成個集團嘅 Smart Plus 嘅計劃嘅一部分。我哋希望通過新渠道、多品牌嘅發展，以至到新嘅零售新產品嘅發展咧，希望俾帶俾我哋消費者新嘅體驗咯。葵芳啦，呢一間啦，其實就係我哋第三間嘅體驗店啦。呢間鋪嘅特色咧，我哋係主要用咖啡店為主題嘅。譬如好似呢啲 jar 咁樣啦，其實都好似咖啡店咁樣咧，擺到蛋糕嘅，但係我哋就攞嚟擺咗珠寶。另外亦都可以咧，就喺我哋嗰個 selfie 嘅牆嗰度咧，就自己砌一啲佢哋自己想要嘅信息，可以打卡啦，分享翻俾啲客人咁樣。另外喺 Yoho 啦，係我哋第二間嘅體驗店，我哋嗰度咧就用禮物盒做 concept 嘅，都有一個咧自己嘅一個包禮物嘅 DIY 嘅區。咁佢哋買完份禮物咧，可以自己入去寫心意卡啦，自己包禮物啦，之後送俾佢哋身邊嘅好朋友或者愛人咁樣啦。EPM 啦，亦都開咗咧一間體驗店。咁嗰個咧係用一個波浪啦，做一個主要嘅設計特色，集合曬周大福旗下最好嘅一啲品牌嘅系列咧，就擺曬喺呢間鋪入面。